地图任选啊，地图任选。哎，开始了。纯三 B 啊，纯三 B， 三 B 二 B 一 B， 还是上次一样，懂我意思吧？冲冲冲！两个抢十，一个三滴血。我预测他们今天晚上五分都拿不到。五分都拿不到是吧？给老子钻过去了！我操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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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没事，高手不赢第一把，改一下比分先。没事，高手不赢，高手不赢第一把，知不知道？好了，我们选图啊，来个什么图？要不第一把先上个怀旧。完啦！不要慌嘛，不要慌，一把而已啊，一把而已，不要慌。高手不赢第一把，打不打怀旧图还是打什么图，哥哥们？随便随便。第一把或者上个正常的，上个怀旧，上个正常都可以，上个正常的吧，要不然先来个三星图嘛，火热一下先。玩什么玩？我看一下，那我来一个吧。哦，他们选图啊？为什么他们选图啊？我们选图啊，三 v 三啊，又不是那个模式。怎么小马不说话呢？不好意思，我没开麦。来吧来吧，怎么说？怎么说？应该是我们选啊。我们选，我们选，是我们选吗？还是他们第一选图？怎么说啊？哦不，今天三 v 三，我们选。龙门，来，可以，我会。我看到了一个精髓的弹幕啊！我给带个星穹之石。你们带什么起步？你们带什么宠物？我带瑞泽。龙。我带瑞泽，我带龙龙，那我带一个女娲吧。我带瑞泽。OK OK， 一个带瑞泽。我刚没开麦，我刚没开麦，拼一下起步。哎，有人带哈雷特哎，他肯定就是想出去搞人。他们这边永远会带一个哈雷特的。他们边永远会带一个哈雷特。没事，不影响，干他。
来，下把选什么？下把选什么？哇，这来的毒真不会玩。下把来什么毒？怎么说？来什么毒？来什么毒？来个什么毒？共鸣山。你确定？啊？我确定。可以。怎么说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我觉得也可以。我会。练了是吧 ？OK。嗯。不能让小红有优势。其实每次都是他，其实我不想带的吧，直接干了他。其实不想带龙，还是带一下吧，带一下吧。来。就这样的。好，汤边也是两个，汤边也是两个。我们边的话，几个？几个我们边啊？也是两个。两个，就我们两个小哥，小哥都是原级的和龙。我断空飘啊，这不断空飘玩不来。完了，小票没分。我的。哎呀，又哎，他妈追了半天，你妈自己在那个地方。还要赌？上来出三局。不对劲啊！没事，高手不赢前三把。来一张图先搞一搞他们先，好吧？先来张空港，等一下上怀旧的，先来张空港。来张空港，搞搞他们的心态先啊，不能给他们连赢。前三把只是热身局而已。哎呦，还有人带星际甲啊！还有人带星际甲，随他带啊，随他带没关系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热身局已经过了啊。走哪边啊？走哪边啊？我走左边。我跟你走右边。我走右边吧。我刚好在左边。
不能让他们连胜啊，让他们连胜的话就不舒服了。来吧，好，一比三啊，还是我们选图。我看一下啊，我看一下选什么。开一了是吧？他开一了，他开一了，他没了。那他们没了，他没了。灵魂！我操！OK， 行。好了，还有一张选图圈啊，再上一张强度图，好吧？
追分嘛，怎么说还是追分吗？来个航天，怎么说？航天吗？来来来来 ，OK， 没问题。航天，你们带什么？航天的话，哈雷特吧。哈雷特加龙。他们肯定有一个哈雷特带机甲一的。啊，对，我知道。那这样吧，那我那我是冲刺，我哈雷特我冲带冲刺的。你哈雷特带，那我哈雷特带机甲一，好吧？我带机甲一。你们两个冲刺嘛，我来机甲一。OK OK。你来机甲一吗？我来机甲一。OK OK 也行。嗯。但是我感觉我这张图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这张图机甲一必出的。OK。他们一二三三，他们两个原级，一个机甲一，懂我意思吧？干他！这小红绝对百分百是机甲一。你分帮你改。先把风给追了啊！先把风给追了再说啊！4-4。先把风给追了再说啊！不要到时候拉风拉得太远了，拉远点我们再搞些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插 U 盘了，插什么 U 盘？看他们选什么图啊？看他们选什么图去。好，他们打怀旧图了啊！哎，他们打怀旧图了是吧？打怀旧图是吧？来，来，极速列车，哟，列车开始了，来列车是吧 ？OK， 带猴子了，你们带什么？带龙吧？对，都是带龙。带龙吗？有人带带龙就带龙。OK， 带龙、带龙就行了，没关系的。起步要不要拉那个甩尾三喷啊？拉呀，肯定拉呀，卡进阶。要卡进阶 ，W 先打 W， 不然长时间太亏了。对，卡不出来。但是卡出来，但是你不卡的话，可以车子在前面，懂我意思吧？也行，也可以，我觉得都可以。这把又没声音，我人妈的，老是没声音呢。哎，他退了，啊？哎，他们，队伍错了，啊！我刚刚都出去了，我跟小马都出去了。我看一下啊，对了，现在对了。对，我服了，谁又没加载呀？啊？那刚刚怎么开呀？啊？没有，有人在观战。观战的出去了，观战的出去了。哎，谁他妈观战？把观战给关了。谁观战的没下载？关了。去都来了，这也行。怎么有闪电了、啊？他们不可关天气的，我靠！观战关了，重新追防，赶紧的，别浪费时间。有直播不看为什么要观战呢？对呀、啊，有直播不看进来观战，他妈有毛病，真的。啊？怎么呀？哪个人有观战的？对，追我就行了，要他们追我。
OK， 追你吧，那追你吧。确实，直播间不能看吗？关战你关个头，你关。拿个影子，你学的会吗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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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换一下小马小马。换了换了换了，赶紧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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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行，开始。拿个影子，你就学的会吗？你学不会，放弃吧。什么？这个年代啊！哇，这是什么呀？把我搞硬直了！我他妈怎么拐了一下弯了、啊？哎，我真的是人拔的兄弟。无了无了，哎，给他冲出去了！哎呀，什么？人鱼，直接人鱼岛，人鱼岛，人鱼岛，来人鱼岛！对，直接刚好切换了，直接人鱼岛。嗯，人鱼岛，人鱼岛，直接打，是顺着他们是打个怀旧图啊！现在比分是4-5啊！直接带龙，你们带桌子还是带机甲衣？机甲衣，机甲衣，哈雷特机甲衣带龙吧，都是带机甲衣啊，肯定都带机甲衣嘛。OK OK OK。有一个人带冲刺也不是不行，看你吧，随便的都可以的。我各有各的，我来，各有各的，我来，我带冲刺。你带冲刺开局即兴你就舒服了。要不要继续选怀旧啊？看看还继不继续选怀旧。看看还继不继续选怀旉啊？5-5。
五比五，五比五啊，兄弟们抢十啊，三 v 二 v 都是抢十，一 v 的话每个人三滴血，老规则。糖果乐园，糖果乐园是吧？可以。糖果乐园来了，带龙还是带起步？你们带龙还是带起步？一血全死，我带龙。带龙是吧？有一个带个起步吧，他带哈雷特。有个人带哈雷特。我靠，我也带哈雷特。你带哈雷特是吧？先来抢。可以可以，没事。哈雷特后期很慢，这个图哈雷特后期很慢的。没事，来吧，开吧。这张图掉下去的话，这张图掉下去是能会完成的。我昨天他妈就掉下去了。对，那你要注意一下，我靠。太恶心了，那个地方，我操，那个地方只要注意了，其他地方都没问题。啊，又没声音。我走，外道，你走。我没一了哦。我也没一，没事，我帮你卡了。我靠！而且我这起步宠，我操，直接被龙超。你带的起步宠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带起步宠。哎，难搞，没办法，我靠！没声音确实挺难过的。等一下，看看下一把再没声音，我重启一下。嗯，确实挺难过的，跑得有点抑郁。我操！来到我们选图了，怎么说？继续打怀旧吧，还打正常？王者峡谷，可以。来，王者峡谷。王者峡谷啊，是的，王者峡谷，直接干他，干死他！王者峡谷，是的，我直接带兵破了啊，我直接带兵破了。OK， 我带个哈雷特吧。你们正常带就好，你们正常带就好，无所谓，都可以。等一下啊，嗯，我试一下，我带个哈雷特试一下。行，没关系。王者峡谷只要起步别给我粘地板，我都有办法出去。这么多猴子啊！我已经学到地灵人的细节了。OK。
哎呦难搞，我他妈漏开了个一。看下吧，打个什么图啊？打个什么图下吧？哎呦，还有五比七了是吧？啊？五比七了，五比七。要不要先打图搬点分？我看一下，我找一下先啊，我去正常的找一找。其实还有很多，因为现在图多了以后，正常的图有特别多的图啊。哎，不对，那打正创错了，追我，先把分干回来先。嗯，我看一下。新图练了没有？哪张特洛伊吗？特洛伊龙金湖哪张图练了？特洛伊练了。特洛伊吧。特洛伊是吧？龙金湖的话，我龙金湖我老是合一啊。没事，那就特洛伊。哎，不对，妈差点又开错了。哦，好了，可以了。这图都练过啊，这张图我三零啊，都练过的。这张图不慌的，两张新图不慌的，龙金湖的话更加不用慌的。三零跑，这张图我还是比较有把握。另外一张图也是，等一下另外一张图，另外一张图你没练是吧？我不知道他们练了没有。如果你没练的话，他们练了，我就不选了。他们应该也没练多少。那先放着吧，先追一分。对，先放着吧，先放着再说。放着先啊，龙金湖先不上好吧？那张图确实也难稳，我说实话，那跑法好难用的，真的难用。我们再拿一张能拿分的图，先把比分扳平好一点。阿尔法怎么说？阿尔法会不会？会，可以。来，阿尔法，打阿尔法啊！我看来你们有没有人带哈雷特？有，肯定有。不带，那就啊，他带的是猴子的，他带猴子的。没事，那我们正常跑就好了。其实这张图我都想带起步的，因为我觉得龙没有什么用。我说实话，这张图龙真的没有什么用。中间都是一些断空飘的点，这个龙我说实话用处不大。
说他妈头疼啊！打蓝图吧，不打蓝图吗？莫嘎哭，怎么说？蓝图打打蓝图或者工地，我感觉工地好一点啊，或者工地是吧？那就工地吧。对，我觉得工地好一点。都可以，我觉得都可以。对，那工地吧。工地有没有人带严军啊？有没有人带严军？小鸡带严军吧？你带吗？你们开机甲吗？我跟小红带，小红带哈雷特，我也带哈雷特。哎呦，那我没优势了呀，你们都进去了。来吧，没事，就这样带就好了。不要严军，不如带这个的机甲衣啊，快啊，这个一啊，这个冲刺一只又跑30啊，啊，这么快吗？哎，这冲刺一只又不慢，好像这冲刺一只又不慢啊。你再冲刺机甲一啊？不，说错了，这机甲一啊，这机甲一跑30啊，啊，这样子跑30吗？还有个大失误啊，我操！哎，这张图不要用机甲一刷吧？我真没试过机甲一，我刷这张图的时候，我也是不带机甲一的。啊，先不要管那么多吧，再追一分再说啊。1-8，嗯，那就直接削。再来一张图，现在感觉不用保留太多了，因为我们其实我感觉蓝图可以，图还有很多，图真的还有很多。航程会不会？航程吗？可以啊。如果不熟的话就算了啊。还是说什么天鹅堡？有点不太行啊。天鹅堡也行，可以吧？天鹅堡，我觉得你挺行的。啊？什么？蓝图，那我觉得蓝图好一点也行，真的。蓝图好一点是吧？我感觉。每周先留嘛，每周还要留吗？每周要不别留了。别留了吧。别留了，每周吧。那直接上莫高窟吧，我感觉要不每周或莫高窟都可以。那先来莫高窟嘛，来听你的莫高窟。OK。莫高窟他妈的，他要带这个东西的，我告诉你。他肯定要。没用，他带这个让他也没用的。你确定？我有点慌，这莫高窟他带这个东西，他起步他是不需要那个的。好，就这样啊，就这样。主要他后期他有那个神宠，你知道吧？他后期也不慢了。上面是季风啊，季风，今天晚上是3v3啊，不是扣血，是季风啊。
们能进五千五队。不用躲啊，他失误了。然后追平了，追平了，又到他们了。我估计他们还要打怀旧的。八比八了，八比。他们肯定还要打怀旧的。嗯。我感觉他们要打航海图了，他们说。应该是要打航海图。他是没关系、啊。绝活啊！航海图。得破一发才行啊！必须得破一发。直接来个无限征程。好，还是正常图啊，没退房间。幻海遗迹 啊， 啊，他们要打幻海遗迹。哎 ，OK， 幻海行。这幻海是这个模式里面的吗？是这个模式的，幻海是这个模式的。这是航海图。对对对，幻海是这个模式的。什么意思啊？都带哈雷的时候，那我也带。带机甲衣还是带冲刺啊？带机甲衣，带机甲衣。我带机甲衣，我带机甲衣，我带机甲衣。哎，不对，我今天的直播标题没改是吧？不好意思，兄弟们，妈的，老是忘记改直播标题。没有人带哈雷特吗？我不带。那我带了。阿森列我带就好了，我带猴子。我带。我改了，兄弟们改了、我老是忘记改直播标题了。我希望不要未完成。8比9了，我跟你说，他如果我们下一把，每周吧，每周刚还没上的，最后一张选图权啊，每周 ，OK， 每周，我感觉应该是有人带机甲翼的，因为哈雷特这个图带机甲翼也能玩，这个图小红，这个图哈雷特带机甲翼也能玩，真能玩，我操，真的能玩。
而且很快，08是也是随随便便跑的。妹子的声音，什么妹子的声音啊？他们说直播间有妹子的声音，你们两个听到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我也没听到啊。谁说有妹子的声音啊？别乱听嘛，哪里有妹子的声音？我带了机甲衣啊。那你冲吧，你冲吧，我正常跑。我给你让，我给你让。他是机甲医生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操！这人排队。刚好把我堵了，冲冲！我没卡到，哎呦！我这也太远了，不行吗？我这太远了，我有点堵不到人。不行，完犊子了！哇！好，1-0了，1-0。2V 还是 1V？ 先打 2V 还是先打 1V？ 2V 还是 1V？ 来 2V 先吧，先 2V 吧。2V 你们上，你们上。行行行。2